朋友们加油吧，还有3个月就比赛了。好，加油。我建议大家去吃火锅。哎，吃火锅、哎、正好我也想吃火锅。吃火锅我来定啊。等一下我也去。哎，吃火锅我来定啊。哼，用浦发银行信用卡小补会花，肯定超划算。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啊，真的够爽够辣嘿！哎，你最近练习怎么样？我哈，我练着呢。他最近经常偷偷练，一直都在练习。我昨晚看他微信朋友圈，他是通宵练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那熟。哎，你最近不是减肥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平时都偷偷减肥。哎呀，吃你的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哎，肉来了，尝一尝。哎，你们这些大小伙子，别光吃肉啊，来点菜呀、啊！阿姨，大老爷们儿、啊、大口吃肉，吃什么菜呀、啊？对对对，就是、啊。兄弟们，干杯！嗯，来来来来来，事业顺利，干杯！干杯！树晨，怎么了？啊！哦！哎呀，天哪，天也太冷了。今天可是大雪节气，肯定很冷。是啊。年底演出马上就到了，也不知道田书晨能不能回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倒计时了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来来来，来来，走吧，来来。兄弟们，吃什么？又想吃火锅了。大雪。当然得吃火锅，我来定。哇！太好了！啊！耶！来吃火锅喽！吃火锅！我要吃火锅！加点菜，大伙儿多吃啊！来，兄弟们，干杯！好，好。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不行，就用浦发信用卡小补会花来2顿。